FBI 要查裸照门，骇客呛 PO 性爱影片，杠上了，杠上了！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，调查美国奥斯卡影后珍妮佛·劳伦斯等101名女星的裸照和性爱影片被害案。不过骇客呛虾，不但要继续 PO 裸照，这次连性爱影片都要 PO 出来。珍妮佛·劳伦斯等女星使用苹果手机拍着私密的裸照或性爱影片，甚至还有颜色的画面，这些裸照都自动上传 iCloud 的云端。骇客破解了保护措施，盗取了这些女星的裸照，并企图贩售牟利。苹果紧急补破网，前天宣布已经修复 iCloud 的安全漏洞。不过裸照都已经流出去了，而包括珍妮佛·劳伦斯与暴乳名模凯特·奥普顿等人也都承认影中人确实是本人。国内法界人士的呼吁，如果散布这些裸照，就算是藏在低潮也一样，最重可处5年刑期。网友千万不要以身试法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